那时候在就是念师大附中，然后那时候我知道我们的中国考试的建筑老师呢，所以很厉害。我考完了之后，结果我在面试的时候，很好的老师的建筑，完蛋了。因为我前三个同学就是在建筑，就是没上过。结果呢，一出去门的时候，我看他就跟我讲，来，小心。精选呢？我是很精的，我想你来努力做评判，我是没办法考验。然后呢，你爱的一样，我爱的一样，他就考过六十分。可是我还有一年的时间才毕业，我今年才去考研，没有关系，我等你一年，你一四年毕业你就来。